让阿拉看看今朝观众朋友辣辣微信平台浪向又提出了啥个问题呢？主持人，我想问一问“网兜”这两个字哪能写？啊，侬好，网兜啊，从字面上理解呢，就是用网做成个兜。侬到公园里去的辰光呢，可以用来啊拍蝴蝶啊、捉蜻蜓啊。那么老早子嘛，大家会用这个衣来呢，装鸡蛋。到菜场里去嘛，搭一只网兜呢，摆摆菜。那普通闲话里向个兜呢，就是口袋的意思，理解为包落，侬物事呢包了里向。小朋友围兜、大兜，前一个呢是拿这个头巾包落，后一个呢是拿大衣包落。啊，大人兜马路，啊就拿整条马路上商店呢通通看一遍。如果大人抱着小人，那公园里向一圈一圈散步呢，也就叫兜圈子了。